什么样都有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么接下来轮到董浩老师了啊，董老师没做过音乐节目，哎，那么今天现场大型音乐节目有话好好说，哎，我们要有一个歌手前来打榜，哎，啊，就是那个叫姐夫的人，姐夫，哟，就是，哎，真有啊，这是我最近刚出的专辑，哎，你看看，希望您介绍一下，姐夫和妹夫，兄弟俩就是啊，嗯，那么今天在现场还要来推荐他的新歌曲，您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，对，我们来看一看不一样的董老师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，也许您刚刚坐在电视机上，现在给您播出的是新的音乐栏目，叫做姐夫姐夫姐夫啊。这节目太贫了，第一期啊，我们推出的这个封面，你们注意看啊，前面站的是我姐夫，后边站的是我姐，真寒碜这俩人。虽然这个长得不好看，俗话说人不可貌相，他们的声音还是不错的啊。现在我们掌声有请姐夫登场，有请姐夫。嘿。姐夫呢是假发没戴哈，没戴。他不光是没戴假发，他连药都没吃。今天，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？第一首歌曲是李宝强的《影子》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。哎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错。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，山也还是那座山哟，亮也还是那道亮。不错，今天姐夫呢还把我姐带来了，我姐的名字叫孙悦，掌声有请。谢谢小兵，这是我媳妇儿。哎呀，姐怀孕了是吧？好运，别动我胎气。太般配了，太般配了啊！一般家里小电视不完整啊，俩电视拼出一个人来，行了，一个电视不带胳膊。各位听众观众，您还是从电视机上下来吧啊！我们的节目播完了，我们大型的音乐节目仅此一期，哎，成功。